原标题：国民党记载的真相，指挥塔山阻击战的解放军是幽灵。1948年10月，解放军东北野战军正式发起了辽沈战役中关键作战锦州战役，因为锦州战役将决定整个东北战场的主动权归属，所以东野主力大半都调集到锦州地区，几十万国民党军也分成两个兵团东西对进，意图与锦州守敌夹击解放锦州的东野主力。由于各种原因，廖耀湘率领的国民党军西进兵团进攻迟缓，所以对攻击的东野主力威胁最大的是侯静茹地下党率领的国民党军东进兵团。在攻锦开始前，林彪特别调集东野的精锐部队，由程子华将军统一指挥，在塔山阻击国民党军东进兵团。经过数天的艰苦激战，塔山兵团在程子华将军的指挥下，成功的将具有巨大优势的国民党东进兵团阻击在塔山一带，使其无法增援锦州，对锦州的解放和整个辽沈战役的胜利产生决定性影响。程子华将军也因为塔山阻击战名留青史，也成为反动派余孽痛恨的对象。不过按照某些人心中的历史真相，国民党东进兵团是不可能打赢塔山阻击战的，因为塔山阻击战的解放军指挥员程子华将军是个幽灵。根据国民党中央日报的记载，程子华将军早在1936年就被徐海东大将在内讧中击毙了。这张报纸右下角的标题陕北残匪徐海东与毛鹏内讧，程子华被徐枪毙，徐海东断腿伤势甚重。其实不只是程子华将军，伟大领袖毛主席、红军之父朱总司令、彭德怀元帅、林彪元帅、刘伯承元帅在国民党的史料中都曾经被击毙了几十次。既然解放军都是由能无限次绘图转生指挥的不死军团，那难怪国民党会转进台湾。返回搜捕，查看更多责任编辑。